那我也没用，他会这样我也没有办法。一个礼拜，就一个礼拜而已。这款车过新要等到厂商有新的设备。然后卖给我车的老板比我还紧张，昨天是发不起来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开始慢慢检测一些故障的内容。老板啊，新车啊，不要紧张嘛，反正我们就是什么问题就把它弄嘛。好险我昨天不是掉在地下室，我是好险你昨天不是掉在南投，不然这下我头就痛了。哎，如果是掉在台北的地下室，你就更头痛了。光拖车我就想了一个晚上，今天拖了半天才到这里。我算是很好的客人，很棒。对，我没有直接干掉，其他客人都干掉我也没用，他会这样我也没有办法。一个礼拜，就一个礼拜而已。你要怎么补偿我？我就想办法把它弄了。好 ，OK。首先，我们的第一步骤应该是这个，对，先过电。可是电源应该是有的吧？没有，它要整段，让它有维持一定的电压。哦，这样才不会没电，就对了。专业，现在很挫，明天我要跟老店开开箱啊。本来想当帅哥，结果没想到到台北断脚了。帅帅的车车，我可爱的小红啊，你要乖乖好起来啊，好不好？爸爸很难过，赶快起来，好不好？要发动起来，让爸爸当帅哥，好不好？看看我们的修车师傅，这个就是很驾轻就熟的样子，从容不迫，看起来就是老江湖才会这样子，对吧？看我还让你红哎，我还把你录进哎，不要这样。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故障码给关掉了，应该是电脑的问题，跟车本身应该没有问题，是这样吗？跟运气应该有。来，大成钢老板，告诉所有人说，像这种电子式的车子，最可怕的是怎样？最可怕的是坏掉，然后不能打 N 档，拖车还没办法拖去修理厂。用那个穿溜冰鞋，像那个外面在拖车的那种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这个车又不能像外面的那样拖，嗯，它变成要穿好溜冰鞋，全载拖上拖车，再载来这。哦，不然你那拖下巴怎么去磨到就麻烦了。有道理，这故事告诉我们，下巴的背后哈，还是有风险的啊。好，那现在已经 check 好了，它这个有可能是电脑的一些程式的问题，那也有可能是线路的问题，但是基于这款车过新，所以这边也是要等到厂商有新的设备才有机会把它真正的解决掉，所以其实买新车也是有风险的啦。哦，那现在就是保佑他现在故障码全部先清除掉，我后面才不要出事，那就完全没事了。但是出事的话，就真的要在进厂维修了，而且要就是真的逐个检查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启动它。哇，这就是它该有的声音呐，舒服。小红，拜托你不要再出事了，你很棒，你最棒，赞。现在老板人很好，在帮我查这个什么灯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发动一段时间亮了引擎的故障灯，啊，要就一次解决了。但是我今天还是要开到车，有要用到了，那没关系，掉下就再过来而已喽，合情合理。刚以为发动了没事了，结果嘞一样起火了，好想开哦。那这样怎么办啊？要等我们亲爱的厂长看看这个供油电脑是不是台湾有没有货啊？有的话就比较快，可能估计应该明天就好了啦，明后天了。那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从国外寄啊。这样至少要等一两个礼拜了，差不多。你看，现在虽然电子配备越来越强了，没错啦，对，可是坏掉也麻烦啦。那代赛啦，就是你。
我什么都没做。你一想开，结果还没开到就他妈表赛啊！建议你就大家一起求爷爷告奶奶，他现在这个电脑在台湾是有货的，有货直接叫过来这边建成插上去好 ，OK。保佑，求你了！你刚刚发生什么事？刚刚说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明天我那台如果回来，先把那一台的东西，拆来用，拆来用，让你。但是你不是说不合吗？他想办法帮你换。我觉得只有两种方法，一个方法就是拆下来修修看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从美国进，第三个方法就是我陪那台来先移过去。我会愿意先试试看的。我希望的是能让你先有车可以开啊，这才是重点啊。只能这样子啦。3 days later。终于到了。哎，对，曹爷，曹爷，我好开心。曹爷，曹爷，曹爷，再拍一遍。哦，再拍，再拍。老板，你知道我前几天去关洛音吗？关洛音，关洛音，然后我就一直幻想很多东西都出来。我就在思考，我到底有没有这台车。我以为我做梦才买，因为我才开一个星期。没有，你才开三天。我帮你算过，认真算起来才三天。算起来他们还敢讲啊？啊，后面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是他不想跟你回家，想跟我回家。不要讲干，讲认真的啦。新车嘛，难免他会有一些组装上的瑕疵嘛。线路跟保险师、继电机那边有接触不良的问题。那现在单纯只是接触不良。对对对，绕了一大圈。以为是公油电脑的问题，事实上他真的不喷油啊。他后来，他后来就把他电话。你好，干嘛？参加一下韩老板的品票会议。不是啊，你现在是在拍奶帕的时候。这是我上次维修，我有拍啊。对，现在是维修后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好，那我就要讲话喽。我不是跟你讲了，就玩够就好了，三件够了，直接卖掉了。完美铺铺铺铺够，铺什么铺？原厂都铺铺铺了，还没铺，排气管还没改，还没改，啊，会不会再调调？能移啊！你知道他刚刚跟我讲什么吗？要不要买个乖乖？我就你要买个乖乖给你。通常车子男生买啊，不是会取名吗？你取好了没？红色小闪电啊，不然就再加一个红色下爬小闪电。我觉得叫红色小女孩是好的，你把它当成小女孩一样疼惜。那干嘛不叫红衣小女孩就好？不行不行，红衣小女孩会够屌掐。其实我觉得比较惨的是，雪佛兰台湾没有代理，所以变得是说很多车主喜欢的话，就是要有这么矜持的老板。那遇到这个问题谁都不愿意，那车子一定都有一些通病，不要好小，但是一定要帮你把它弄。对，不然我们到最后屌掐就喝酒了。看谁开的啦，没事，唐勇啊，说到底都不是我啊。我一定是载过阿俊的关系啊！那天载他，他整个缩在那里。我这台车怎么那么难坐？你太棒吧！你知道当下发生那个就是熄火的状态的时候啊，我们车在另外一边，他们开过去的时候，你们怎样？他们都没有人要来跟我们讲。常勇，我问他的时候，他也不讲话了。常勇会怕，他怕我要找他算账。有遇到问题总比没有遇到问题好，真的。他如果一直都有问题，这个问题我们绝对可以解决。我以为老板要讲说，如果车一直有问题，我们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哦，又来一台了呢哈，他那边又来一台了呢哈。啊，你现在是到底要进几台跟我撞车？没有啦，我们要跟着潮流走啦。喜欢赶快来看车，业配钱要给我。我业配一集30万以上一起内，那这一集不要算了。对吧？拜拜。没办法啦。你们两个先吵，我就收回去。他一定要含线，他很想换那台地狱猫，全台湾第一台宽体，速度700匹马力 ，American Muscle Car。我用意大利文讲的。American。我讲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法文吧？我用意大利文。American Muscle Car。还在讲。好了，小镇又再次恢复了和平。是的。运气不好，三天遇到这个问题，因为毕竟车子新，很多车厂还找不到原因，双压。然后透过老板的努力，终于找到了他的问题所在，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我希望我们不要再屌掐了，我要去下趴了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拼一下，拼一下。哇哦 ，Amazing！ 不要看。
头按钮，跟一样，他们感受太吵了，收不到音哦，他们感受不到啦。哦，对，现场听你就会 amazing。